还是给我这么讲资料，直接是火气好讲。早上五点半哈，开车40公里都为了来吃那碗铁碗汤。说他10:30开门哈，10点都结束了，必须要安排下儿。哎，温江寿安的哈铁碗汤在这儿等起的吗？来，先给我们舀两根嘛。哦，早晨都吃铁碗，你们那儿吃的好哦。啊，都是早晨吃铁碗哈。哦，早铁碗。来来来，寿安的早蹄花儿，看到没得？全部是鲜蹄，那是前蹄哦，看到没得？粉墩粉墩的哈，再加上红油猪耳朵，看到吗？那个早饭得了啊，那是今儿是最真正的早饭，猪蹄早饭，整！来来来，我直接给它弄到那个热水碗里来，看到没？全部你在拌多了的时候，看到没？它是把它等于说把它脱骨了先，火锅鸡。看到这个视频，你想艾特谁？朕。我只能够形容入口即化。我的海椒好香，哇！看那个，把那个红油做的。哇！早晨都吃到了，早晨了没？爽，开启了美好的一天哈，快乐，喜欢让我快乐。哇！我想。那个地方趴穿了，用一句英文来形容的话，都是 party， 哦，正宗的 party 啊！哎，那个，那个看弄不弄起来哈？哇，那个烧烤，看没？哇，脱骨，你看看，看没？它光到碗头都脱骨了，那里转它都要绿，看没？一转都脱骨，哦，那个真的趴真的，舒服惨了。那个地方就必须给它盖到饭高头，哇！哇，这个地方真的好爽！来，清晨里的第一碗蹄花盖饭，整！哇，真的是软烂直接。来，红油猪耳朵，哇！哇，我这个饭好好。今天早饭真是太满足了，老板，再给我要根蹄花。早上都吃饭的嘛，它可是前蹄嘛，好香嘛，而且真的软烂至极啊，可以说。它这个蹄花怎么叫猪脚？直接是火蹄花了，听到没？哇，你们给我看着，它肉上都带了筋的。哎，带来一根，好的好的，哎呀，舒服舒服，和这个鲜蹄花直接不一样。我想天哪，他那个地方吃的真的太舒服了。你那儿来吃，你还晓得啥子是中国的精川渝的味儿特色早餐蹄花味儿。哎呀，我讲，说是成都人民的生活过得好哈。我很想清早爬上头吃蹄花，而且还未来煮得更好。这蹄花吃了，好想再吃根了。4碗蹄花，一个半的猪耳朵，加一份小菜，总共消费171。哎呦，我操，性价比超高！再给你们温馨提醒哈，晚了来吃不到，要来的早点来哈。纯资格的、真资格的鲜蹄，而且老板他说了，是用炭火慢慢煨出来的，所以说特别的滑，特别的离谱，入口即化。